你可以將香港的生活不要嘗試強硬 100% 帶過去，因為我都覺得這樣會很辛苦。其實我覺得中學應該不要去倫敦，但是倫敦也比較少，即是 boarding school 那些，即可能、或者可能 zone 4、5那些會多一些學校，但我身邊所有朋友 high school 都是 Bath 啊，即是 Oxford 啊、Cambridge 那些入面那些學校，但我覺得是在另外的 town 體驗下是正一點的，因為一去到 London 就其實它是一個很不 typical 的 UK city 來的，即是它是即 super international。 因為我入到 London 反而認識 local 人的機會少一點，但你認識到可能會很多 like British born Indians、 Singaporeans、 Malaysians， 即是比較 multinational 啲咯，喺 London 嘅圈子。所以我都好慶幸我有兩年喺 Bristol， 即係我而家有仲有 keep in touch 嘅 friends 好多都即係可能仲喺 Bristol 做嘢啊。譬如我翻 Bristol 都可以有幾個即係朋友嘅屋企，我可以即係 stay over 咁樣，而係同 London 係超唔同。你可以將香港的生活不要嘗試強硬 100% 帶過去，因為我都覺得這樣會很辛苦，即是很容易會 homesick 啦，或者很容易會、即是你沒那麼容易認識到那邊的朋友，那你就沒有覺得自己是那邊的一部分，那當你不覺得是那邊一部分的時候，我就覺得你會沒那麼 enjoy 那邊所有東西，即是無論讀書啊、活動啊。